美好的时光嘉宾正式官宣了，和陈立农一起加入这场充满夏日滋味的音乐冒险。不论沿途风景和际遇如何，每个画面都是难忘的幸福特写。和欧阳娜娜一起开启这场抛弃烦恼的音乐梦境，把成长的烦恼丢进树洞，说句 The best for you 给最好的自己。汪苏泷说，踏上这场逃离万有引力的音乐旅行，在这个有点甜的初秋，携手去看40次日落的风景，最后和李荣浩一起解锁这场治愈心灵的音乐奇遇，趁着此刻花样年华，出发去追寻心里面最渴望的那个目的地。已经期待期待